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声优包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亚口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高原，是一间非常可爱的咖啡厅哦。哇，光是它的外观就已经非常的吸引人了耶。那我们现在进去店里看看喽。走吧。哇，它的门好矮哟、哦，跟我身高差不多。有够矮，我已经撞到头。真的，大家进来要小心哦。嗯，进到店里面呢。哇，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店里进来就好温馨，好有小木屋的感觉哦。我们现在上二楼喽，走吧。哇，这楼梯也好窄哦，走路要小心。这边的那个门都好小，跟我差不多。哇哇，整个是童话。然后你看它的椅子上面还是用那个针线织的袋子把它包起来。它每一个空间都长得不太一样，像我们刚刚二楼再回来啊，它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窗户，然后桌子都是木头制的，也蛮可爱的。这边的三楼分成两个空间，然后它就是这边大概有六个位置，是一个蛮独立的空间，可以在这边开一个小小的 party。记得要脱鞋才可以进来哦。是的，而且它这个三楼也蛮妙的，它居然放了很古早味的电视，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旧式的收银机。这边真的很低，要注意一下。Miko 站起来看看，我根本站不起来啊！哇，撞顶了，撞顶了！哦，那个三角铁什么东西啊？音乐吗？音乐会吗？对，没有啦，这个是你要呼叫店员的时候，你就拉这个，这样楼下就会响，然后店员就会上来招呼你喽。除了刚刚那边拉三角铁可以呼叫店员之外，这个电话也可以呼叫店员哦。你们看它的 menu 好可爱哦！哇，超可爱的！它是这个是食物的，这是饮料的，蛋糕的，哇，超可爱的！菜单全部都有附图，所以其实要来选菜的话，其实都还蛮方便的。对啊，外国人来的话就看图来选，都可以看得懂。对啊，那我们的主食就这样上来喽。这是我们的第一道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 taco no taco rice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复杂，里面包了什么东西啊？它有肉燥饭，然后起司，还有一些青菜，然后最外面就是蛋。嗯，好吃。吃完饭后，我们来点杯咖啡吧。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一个是抹茶拿铁，这个是一般的拿铁。你看它上面的拉花多可爱！哇，我现在喝的是抹茶拿铁。它比较偏甜的抹茶，但是又有一点点的苦味，一点点而已，没有非常苦。对啊，那我们来吃吃看它的甜点吧。你看，好可爱哦，可爱，烤生巧克力，烤生巧克力，对啊，好可爱哦。而且它的那个就是腮红的部分，还是用红莓下去装饰。给大家看看它的剖面，它上面是 cream， 然后下面就是巧克力蛋糕。好吃，它的巧克力非常的浓厚，很像 brownie， 然后不会太甜，是比较苦苦的那种巧克力。这间咖啡店所有墙上看到的画都是有一对日本夫妻所画的，然后呢，老公主要是画动物，然后老婆呢主要是画人物，搭配它这边的菜色，其实也都非常的精致可爱，所以大家可以找时间来这边休息哦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ハティフナットコエンジ店です。